亲爱的小伙伴，欢迎收看悦耳音乐酱，我是小薇薇。俗话说得好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不知道小伙伴上学的时候，班级里呢有没有这样的同学？他们平时低调老实，一开口惊呆全班同学，有的实力完全不输明星歌手。本期节目呢，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隐藏在校园里面的好声音。看完之后，保证以后再也不敢小瞧他们了。假如我年少又会不自卑，不要什么是因为那些美梦，没给你我一生优惠，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，回头才发现你心比较能够多痛，比较能够